继续要关心的是，这十二月七日是世界人权日，在景尾这人权文化园区，有那杀出来这景尾派出所加白色恐怖的展览，要透过这政治受难者家属因所提供的一挂这珍贵的文物，要让民众来了解当年这白色恐怖的史。两本结婚证书差十年，并告国十多年担任军法官的李国平，因为要求总统兵选择家道，也牵手离红小度，扣掉公务员确实无被婚坏，不得不办离婚。严哥确实袂用个坦白讲，如果真的要改嫁的话，就寄一双拖鞋；那如果是假的，有苦衷，就寄一顶帽子。啊，我这个表姐夫来问我以后，他知道我的苦衷啦，为了工作问题呀、所以他就后来寄一顶帽子去，他才知道安心说，因为我就是为了工作问题。这是因两个布袋加一夜爱情故事，重回当初红西镇街金贝看守所，即马变成金贝人权文化园区，在红小路心中也是真激动。每次我都看到衣物，百感交集，我马上就要拎回去，可以说睹物思人。另外，到新台边过六十年，荷兰并且取名的街道，在届时阵行来批每一张都要检查，而且被要求袂使超过两百字。经过白色恐怖，到新台即马被各界纷纷提出来等等，伊希望好即卖少年人知影，民族人权毋是为天顶搭台。是真正的文物都留在这里，你们都没有见过那黑暗的面，而且面面遭受到这个吞大啊，但你们就是说。好像空气一样的，这很自然的事，你不会感觉到珍惜啊。金贝人权文化园区这张金贝看守所加白色恐怖主题展，有迄当阵叛乱犯执行登记簿啊，金钟时期手铐卡条，现场各界关怀人的所在，和参观的民众体验民主前辈经历，认识迄当阵白色恐怖迄段历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